来看咱彰化县暑假上届热闹的活动，就算是一个王宫戏会节咯。今年哦，讲嘛是王宫戏会节的20周年，县政府特别打造囡仔上届爱的水陆乐园、千人行鹅啊、家己学嘉年华、热闹的海洋音乐会，以及长达7分钟的烟火灯光秀。这连串的活动哦，就是要让乡亲拢会当感受到西滨海岸的热情活力。准备在今年王宫戏会节登台的少年歌手带来好听的歌曲，替今年的王宫戏会节暖心。馆长王惠美表示，今年是王宫戏会节20周年，这回规划三大活动重点，有适合小朋友的水陆气垫乐园、千人行鹅啊，以及连续两天暗时的海洋音乐会。邀请大家7月13、14。记得来参加王宫渔火节就对了哈。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啊，北贡寮、中王宫，南部就是我们的这个垦丁哦，这是三大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啊。所以在这一次，我要特别谢谢我们县府的团队很用心，因为今年刚好是20周年哈。这是活动记者会立法委员谢依芳也讲。王宫戏会节已经拍出名声，也真感谢有这么多单位同心协力举办这么好的活动。那吸引外县市民众，更加会使吸引国际旅客来彰化，能够带领更多年轻的朋友共同来参与。我相信王宫渔火节不会让大家失望，大家一定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里面获得你们最快乐的时光。那也欢迎所有全台、全世界的观众共同来到王宫渔火节。王宫渔火节，主办单位强调，王宫戏会节活动期间，官府有提供免费的接驳车服务，相关资讯会登到活动官方网站查询。在彰化新闻中心了，彰化采访报道。